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好，其实我想了几天，我觉得到底要不要该把这个影片放上来这件事情，然后我后来决定我要把这个影片放上来，重点是告诉大家，其实我是看了以下这个影片，我觉得很好，然后我很想去拍，然后这是一个新加坡名人明星开的一间店，然后我们先看一下这部影片的一个介绍。一炮而红的招牌是什么？那就是我们这一道龙虾王泡饭，看得到有龙虾，还有我们的喇喇蛋丝，还有炸的那个香米饭，哇，真的是很香哦，很香哦，价格16块，所以呢，我觉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，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。那我们的虾饺是肯定要吃的，炸豆腐。看完这部影片，大家会觉得哦，这个感觉很好吃，然后料很多，料很实在，然后你可能会因为它是一间名人开的店，然后你而去吃，那可能因为是周初明开的店，你而想去吃，那你可能因为哦，从小你有看过他的作品长大，然后你也想说会不会去吃那边，然后顺便看到他本人。可是这一些初心，我们在当初的初心当。我们去拍这个片，其实我们拍影片要介绍美食评论，就是要找素材。然后这个素材我看到之后，哎，我就很想去拍，然后也带了我朋友去这间店。所以我们从捷运走出来，我们就一整个就是很开心、很愉悦的状况要去开片，直到我们点完餐之后，店员给我们的料理的这一碗泡饭，是觉得让我们整个 CP 值，整个心理的那一些落差感是差了18000里的。然后发生的情形是什么呢？这个店员他把他前一个客人点的外带直接倒在我们的内用的碗里，直接要给我们。因为当时他发现，哎，其实前面那个外带的客人他没有看到，对，所以他就直接把外带的那个客人直接倒在我们的碗里。然后那份原本要给外带客人那一份的龙虾，它其实只有半只，然后它的 size 其实都跟所有他们有应该有做 CP 调查过，有做 quality 调查，然后的大小其实都是一样，龙虾大小都是一样，可是我们拿到去只有半只。然后，而且汤是直接从外带客人的碗里直接倒到内用的碗里面。然后我们拿到的时候，心情一整个大傻眼。而且我们也确确实实，我花了16块钱在这一碗龙虾丸泡饭上面。对，然后后来我朋友他点的，他跟我点的不一样。然后他点的是另外4号的一个 dish。然后店员他刚摸收银机的手直接放在碗里面，直接放到碗里面哦，而且是碰到碗内的碗壁里面的。然后这个卫生条件下，我们看到，其实我有看到，对。然后后来也是利用录影，因为我要介绍 YouTube， 我要介绍给大家要做美食评论的影片，然后我有录影回去再仔细看一下，哎，好像真的是这样，可我当下没有意会过来，我当下没有阻止。后来我们也确实吃了，然后后来我身体还好啦，是没有什么不舒服，可是就是心理上，我们觉得我们吃完这整个下来，我们也坐在那里吃完了，也看到我们后面有人跟我们点的一样的龙虾王泡饭，可是他们一样都是跟我们一样大只，可是是一整只，然后我手上拿的却只有一半，是半只的情况下，所以我很后悔我当下没有直接退钱，然后直接走人，然后跟我朋友走人。我们花了我们自己的时间跟花了我们的金钱在这一餐上面，感觉就很不开心。然后想问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说，你会不会因为看到
是一个名人开的店，你而去吃，你会不会因为觉得哦看到宣传影片，而觉得这个料很丰富，你去吃？可是你去吃了之后，你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。对，这有点，这不是有点，这是完完全全你被诈骗、你被欺骗的感觉。对啊，这可以申诉吧？对，所以我要告诉大家，千千万万不要做自己后悔的事情。好，我没有在骗大家，然后这就带大家去，就是实际去走访看一看，然后去吃吃看。Let's go。七个泡饭，其他是炸豆腐、炸枣跟午餐肉条。嗯，我会选龙虾王泡饭吧。你会选什么？鸳鸯鱼也不错哎，还有黑猪肉拉拉泡饭、炸鱼斑泡饭。你要鲜虾炸鱼片吗？鲜虾鱼片吗？鲜虾鱼片，所以你是四号吗 ？OK， 那我一号，一个一号，一个四号。那你要吃炸豆腐吗？来一个八号，所以一号、四号跟八号。好的，点餐。还有一个一号的，对吧？对，一个一号，一个四号，一个八号。豆腐有几块？六块 ，OK OK。哦，这是高汤。为什么他的螃蟹两只，我的就一只？对啊，我的就一半呢。你的托盘，我们的吗？哦，这是我们的，这是我们的，这个是一号吗？这是一号吗？我们的。要的没有？一号打包是他的。一号打包是他的。我们是刚刚。那、怎么办？等一下，我以为你们是一起的。不是不是。等一下子。你的。先给你，先给你。不。OK， 打包。你的是一跟四跟八，是吃的。对。不好意思，拿到你的，还是你要先拿？没关系没关系，可以的。好。一
148、嗯、OK， 然后还有另外是这个小姐的是一号带走的，因为我以为你们是一起的。不是，我们不是一起。OK， 小姐，148你收钱了吗？没有。你好，小姐啊，小姐啊，啊，你好，小姐啊，你好，小姐啊，125块，还有一笔啊，那是的 ，OK， 这个你的搞定了哈。收一四，还有一个8号，待会你过来，这个是4，好吧？还有没有10块钱？1号，这是4号，啊，感觉没有很漂亮哎。就一半而已，像16块很不 OK 耶。如何？那是4号鲜虾鱼片泡饭，没有很好吃。它的饭是锅巴饭，吃起来有那种，就是会有声音，脆脆的声音，就是像韩国锅巴饭。韩国锅巴饭。是它的龙虾，啊，这个是它的，这碗应该是贵在龙虾熬的部分，啊，这个是炸豆腐，它上面有一些花生粉，这炸豆腐，吃给大家看，好，这个是炸豆腐。炸豆腐有一点酸甜酸甜的香味感觉，然后花生粉干干的，这样搭配的话有点湿湿干干的那种冲突感。不过这样子来讲，我还是比较喜欢之前我们介绍的米其林的鸡饭那家的豆腐，梅果豆腐那家豆腐还比较好吃。对。
了凡，哦对，了凡鸡饭，米其林一星了凡鸡饭的苹果豆腐，那家苹果豆腐还比这个好吃多了，大概三倍以上，价格呢？价格，而且价格一样，真的。今天这间店我蛮失望的，明星开的店 ，not good。这种感觉姐真的是价廉物美了、啊，是吗？我个人不会再去吃第二次，然后我也不会推荐大家去吃，就这样。乔莲子，下次见，拜拜。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按订阅、按分享哦，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